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今天我在团购上拼了一个小榴莲，说是2斤半到3斤，刀哥我称了一下，差0.几克，2斤半，我就不怪罪他了，看起来挺饱满的，咱们来拆一下看看怎么样？它也好像熟，已经熟透了，也不知道坏没坏，好像是熟的特别透，你看。一方，这房有点小啊，两房。我去，这应该是没坏，它可能是路上颠的，但是确实是熟透了。哎呀，不苦，没坏。四房，这儿应该还有一个。哎呦我去，这个可大啊！天呐，但是熟透了。好了，一共拆出了5房，看一下，还可以啊。这个花了我80来块钱。然后现在榴莲应该是涨价了，我觉得拆出这些不少了，来个这最大的，挺甜的，不苦，没坏，就是熟大了。核还挺小的，